众，欢迎来到我 YouTube 圈的，我是小伟。今天呢是我们的5月26号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一部的团体战超级巨团体战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喵喵超级巨团体战。那未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就可以在我们的团体战里面遇到超级巨化的喵喵。然后不要忘记，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络连线呢，获得这次呢可以获得我们加勒尔的魔强人偶，而且还是梦特的。然后还有一些球类，对，也可以透过网络的东西去领取这些球类的道具组合礼物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要领取哦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打个喵喵吧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网络上找看有没有超级巨喵喵可以打吧，应该都有吧。今天刚开了，应该会不少人来刷。好喂，有哎，好，那就准备完成，应该用鲨鱼龙就可以了。那未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在我们团体战都可以刷到超级巨的喵喵。对啊，如果有五星的话呢，就可以叫你朋友一起来打。好，他可不可以想要两个人出发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喵喵会很难打哦。那超级巨的喵喵可以拿来刷金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人手都要有一只才对。好，他两人。对，房主两人开始了，那我们就来打这场超级巨喵喵吧。应该不会到很难打吧？哦，可爱的伊布。喵喵喵。喵喵喵。好长哦，那个超级巨喵喵超长的啊，不管看几次还是会觉得很滑稽。哎、欸，你要超级巨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五线喵喵的三格盾哦，嬉闹哎，巨大金币，哇、哦，掉钱啦！你有巨人混乱了，那你我也混乱了，那你还降攻击，好烦哦！这只喵喵又是混乱又是降攻击的，哦，还好是打到他，还好是打到喵喵。还命中要害，赞哦！他超级巨斗犬会打在喵喵身上啊，攻击了自己啊、哦！哎呀，好屁！不要打自己哦，不要打自己哦。哦，还好。天哪，我觉得我好 carry 哦。极巨斗犬，可以了吧？结束了吧？打好痒哦！哎、欸，还没，还要一局。哎，一回合！哎呦呦呦 ！OK， 尼鲁鲁，好，我们第一场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高级球，上吧 ，EK！ 好，第一次，喵喵，五星喵喵！哎，没有，连一下都没有。直接爆哎、欸！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那接着下一场吧。好，我们第二场接着开始。有没有设位？没有。应该是遇得到是我吧，对不对？喵喵。超级巨，这是主路人四人满团。哎、欸，那是凯路迪欧吗？这是我们水马吗？然后他旁边还有那个索尔加雷欧，帅。帅，真的帅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水马哎、欸，凯路迪哦，然后又有苏尔加雷哦，又有苍响，就我只有拿一只塞玉龙，可恶，大家都拿宝贝出来炫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是打我？哇，好痛！圣剑，哎、欸，他们有点强啊，流星闪冲，换我收头吗？哎、欸，会说，搞屁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就差鲨鱼龙了？鲨鱼龙一点不争气耶、欸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被你的队友吓到好吗？人家为我来雷的。神秘之剑，哟，结束了。好猛哦、喔！那水马打那一下真的好痛哦、喔。拜拜，一样高级球，我不相信抓不到，这次我们一定抓得到。超级巨喵喵！该有了吧？一、二、
有了有了 ，yes， 好，第二场，虽然这只只有四星 S， 好，这只哦四 V 要练它吗？不要，我就多打几场好了。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都可以在我们团体战里面遇到超级御化的喵喵。那建议还是人手一只，因为它可以拿来刷金币，非常方便。对，如果到后期的话呢，钱很难赚，对，不好赚嘛，我们就可以用喵喵来洗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右下角点喜欢，如果喜欢观看更多剑盾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我。那我是小伟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